繁茂的青山，这些先天的优势自然环境，造就出赫哲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渔猎文化。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这嘎达呢，就是为什么他不会种那个不会种地呢？就是这嘎达的野兽啊，跟这个鱼很多很多的啊，就是棒大狍子、瓢舀鱼、野鸡飞到饭锅里，就只是东北我们赫哲族这个聚居地这一块儿啊。那时候那个狍子到冬天了，你就是雪大的时候，它都可以跑到屯里，就都跑到那个当院子门口，就这样式的。吃狍子肉了，这个小山鸡、野鸡肉了，就是这个山兔肉了啥的，哎，那是很多很多的。那就像那个比上市场瞅那个去取去都方便。再就是鱼呢，也就是这样式的。你这像我们小的时候在江边洗澡。那你就站在水里，那个鱼都直咬人，对，就那个鱼都可厚可厚的了。说起他和鱼的故事，尤文凤恐怕能够说上几天几夜也不能尽兴。鱼可以说是赫哲族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之一，从接津口这个名字中，我们就能寻到赫哲族和鱼产生的诸多渊源。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，它在金朝前称赫赫，后改赫金。金朝曾向此地求援兵，得到相助。由于赫哲族战士英勇善战，远近闻名，所以人们都以赫赫有名，夸耀他们的勇猛。现在的赫哲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饶河、抚远、同江、接津口等地。说起接津口的由来，当地流传着一个奇幻的传说。在很早以前，江边住着一个叫接津口的老人。一年夏天，黑龙将所有的鱼关押起来，不让渔民捕捞。老人手持鱼叉和黑龙料斗，扎断了他的尾巴，黑龙求饶，放回了鱼群。从此老人总是守在江边，天长日久变成了石头。后人将江边老人站过的山叫接津口山，又叫老头山。老人住过的地方起名叫接津口。美丽的传说寄托了赫哲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憧憬，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赫哲族人的生活离不开水，离不开鱼。童年尤文凤的记忆中，鱼同样占了很大一部分。我们赫哲人就是以吃那个生鱼啥的为那个主，就是要是来那个曲儿啦，家里来了什么远来的客人了啥的，就给他是烤塔拉哈呀、杀生鱼呀、切那个冻鱼片儿吃。就包括我们小时候，那家里我父亲得回来那个大折罗。扛了搁外头就像扛大木头似的，就咣咣的一搁，整个麻袋高刀子把它一嘎开，完了把这个鱼放在顶上都高聚结的这么一咕噜咕噜的。母亲一问，哎，你们吃不吃冻鱼片啊？吃，这就把这个大柴墩子就拿起来拿回来了，放到炕上，放到炕上了以后，就我父亲就把那个这个大个折罗结的都这么长一咕噜咕噜的，高到这个大柴墩子上就高那个刀把那个尖尖那个皮这么一嘎。完了后就放在一块高个盆装上的，这边啦就是这么高刀这么一切，就是这么宽呐、啊，就这么长，就跟那个就过去卖那个大饼干似的，这么大一块就薄薄的这么厚的溜的，这那个大鱼的一个大冻鱼片，俺们就每一个人家每一个孩子就拿一块，完了这个碗里头搁上醋，搁上盐，搁上韭菜花，搁上点这个就是炸的辣椒油了啥的，嗯。把这个大鱼片拿了，就像拿一块大饼干似的，往这个碗里就这么豁了，拿回来就这么咬着吃，嘎吱嘎吱就这么咬着吃。早期的赫哲族常年居住在东北边疆的偏僻地带，交通闭塞，经济落后。由于靠山临江，打猎捕鱼是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，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状况。冬季靠狗拉雪橇打猎。夏季靠木船捕鱼为生，其余的生活资源只能依靠猎物和鱼来交换。每外出到临近的村落，一次往返就需七八十几天的时间。赫哲族由于是渔猎民族，
不会种植农作物，当地的气候条件也更是不易种植棉、麻、桑等植物。在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赫哲族祖先们的穿着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个时候没有棉布啊，这个兽皮衣服跟这个包括这个鱼皮衣服，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哎呀，穿这些个东西。兽皮做衣服历史悠久，各个民族都较为常见，但赫哲族用鱼皮做衣服却让人难以想象。鱼皮衣服历史那个，听我母亲讲啊，这就是多少辈子传下来的，就在几百年、几千年以前，可能就是这个鱼皮衣服就在世了，就是这个赫哲人他就穿了，那个这鱼皮服饰都是夏天穿鱼皮服饰，到冬天了呢还是穿兽皮，因为赫哲族是渔猎生活。这是什么呀？鱼皮服饰。这就是我们做的那个赫哲族的鱼皮服饰。这个呢是个裤子，这个是上衣，做好了就是这样。这个是今年春天做的。做了多久啊？这一套衣服得做20多天，全都是手工活。这个做这个鱼皮服饰，管梳皮子就得20多天。管用这个手针缝，就是一个劲的缝，也得20多天。这样的话，一套鱼皮衣服，就得将近50多天吧。这个鱼皮衣服结实吗？结实。就这样的鱼皮衣服上山去，我母亲讲，就过去上山去那个打柴火穿，都能穿上8、9、10来年的呢。能拽着个糠磨。你看这个鱼皮衣服，你看你就这么拽吧。这使上劲，你就这么使劲拽，这，你这使劲拽，它都没问题。你像这个接缝，你看看，你就这么使劲拽，你看，你就是接缝，你都这么使劲拽，它都拽不开。你看这才缝的，这才缝多一点儿，你看，就紧贴边这么缝的，这小小的针劲儿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的哥哥，我大姐今年都67了。他那个时候穿着了这个鱼皮褥了，那时候那个鞋那因为啥那个家里人口多，还是穿那个鱼皮褥了。现在没有人穿这个吗？现在没有了，等那个解放前夕一点，等那个解放以后了，这就是不能进入到我们黑龙江，能进入到我们这个深山老林里头了以后，我们就不穿这些个东西了。鱼皮衣服是赫哲族先祖依靠自身生存环境而制作的衣服，但由于解放后生活越来越好，鱼皮衣服已经渐渐退出赫哲族人的日常生活中了。制作鱼皮衣服的技艺在赫哲族人中也渐渐消失。作为现存赫哲族鱼皮衣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尤文凤，为什么还能有如此神秘的技艺呢？这个鱼皮服饰就是在60几年，就开始做。那时候我很小啊，那时候才5、6、7岁。母亲做鱼皮衣服，我就跟着母亲就是打杂，就是给她扒鱼皮了，帮着洗鱼皮了，帮着贴鱼皮了，完了帮着往下那个晒干的鱼皮往下接鱼皮了，就干这些活儿。等到干了10多年，到这个70年那个溜儿，我就开始跟着我母亲就开始帮她缝了。尤文凤听母亲说，以前街井口仅有10几户人家，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，大家都还穿着鱼皮服装。直到1949年之后，这里修了马路，布料和衣服才陆陆续续的进了乡里，大家都换上了布的服装，自然而然的。鱼皮衣服就没有人穿了，鱼皮衣服也就慢慢的没有人制作了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
一位远道而来的记者使他们又重新拾起逝去的记忆。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记者姓池啊，拿到接近口20套鱼皮衣服定做的，完了来了这20套鱼皮衣服呢，都是我母亲告诉他们呀，怎么熟啊，就是怎么查呀，就是还按过去那个元老的最远古的那种做法。哎，完了这大伙把这20套鱼皮衣服做好了。20套鱼皮衣服他花了多少钱？20套鱼皮衣服得将近，一套是5000。池记者的到来让大家觉得鱼皮衣服依然有存在的价值，它可以换取可观的经济利益，所以从那时起，每家每户又拿起针线开始重新摸索鱼皮制衣技艺。鱼皮衣服既然有这么多的故事，它在以前赫哲族人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，但鱼皮衣服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呢？为了让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鱼皮衣服，尤文凤准备亲自为我们演示制作鱼皮衣服的全过程。由于附近水域近年来的过度捕捞，适合制作鱼皮衣服的鱼类已经很少，如今想要制作鱼皮衣服只能到市场购买大鱼了。做鱼皮衣服平时得用那个大马哈鱼，因为啥呢？大马哈鱼比较多，现在呢大马哈鱼期，这是这个鱼汛期，这时候鱼还没出来吗？啊，就现在买个鲤子哈，买两个鲤做个鲤子鱼皮的吧。这是鲤鱼是吧？啊，这是鲤子鱼皮，鲤子鱼。鱼皮衣多用怀头鱼、哲罗鱼、细鳞鱼、大马哈鱼、狗鱼等细小鳞纹的鱼皮，鱼皮裤、套裤则用黄鱼、鲟鱼、鲤鱼等鱼皮。鱼皮物拉，也就是鱼皮鞋，一般用鲶鱼、细鳞鱼、狗鱼等鱼皮缝制。制作一整套鱼皮服装需要约50条10斤以上的大鱼。将刀磨砺之后就可以开始割鱼皮了，这是整套工艺流程中的第一步，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。先将要剥皮的新鲜鱼稍微控干，擦掉粘液，再用钢刀把鱼的脊背两面从头到尾划开。由于金属刀易破坏鱼皮，影响鱼皮质量，所以要再用木刀将鱼皮鱼肉慢慢剥离。用于剥制鱼皮的木刀十分讲究，造型肆意弯月，用座木削制，一面薄一面厚，长约15厘米。这个鱼皮怎么样啊？这个鱼皮就挺好了，扒的时候得特别注意。这个木刀它就是一般就是这么擦来以后它就不坏皮的，你要如果高塔嘎的话容易把皮子嘎坏，嘎一个小口的时候做的话就费劲了，那就靠这个木刀吧。怎么看出来这个鱼皮好坏？那个买的时候这个鱼鳞外面这个鱼这个皮毛好的，这个鱼鳞好的就证明这个皮子做出来它就好，你扒的时候你注意一点。这买的时候你这个你看这个皮这个外面这个鱼鳞它那个好看了，它这里头鱼这个里头的鱼脂乎它就是好看，因为啥呢？你这买鱼的时候你就得挑这个鱼皮这个鱼鳞好的这样买回来，完了那个扒完皮晾干了以后它这个鱼皮就好看。现在就是扒到这个程度就开始就往下就是就拽下来就可以了。对，
这个皮子一点都没坏，要如果坏的话，到时候缝的时候就费劲了。此时再用刀将鱼皮上的鱼肉刮净，割鱼皮就完成了。割完鱼皮的鱼可以烹饪之后食用，所以并不浪费。第二步是阴干，把剥下来的鱼皮放在木板上撑开阴干，阴干大约需要10天的时间。贴鱼皮的时候一定要贴平，贴平贴上啊，这个就开始晾晒了。就这么样把它放上以后，就是搁着，明天早晨就可以就干了，得一宿的时间，到明天早晨它就干了，就才能接下来拿了去炸去。鱼皮质地坚硬，为了使鱼皮更加柔软，穿起来更加舒适，制作鱼皮衣服前就要进行鱼皮的鞣制。这个就是一层鱼皮，一层玉米面，一层鱼皮，一层玉米面。这个放完了以后，就把它这样包上，这样紧紧的把它卷上。就这样的话，这个包玉米面呢，在里头呢哈，它有个小颗粒儿不是吗？来回通过它这么一个一个的，完了来回这么一摩擦，就把这个鱼皮就压的它就软和了。这个玉米面呢，就是起到呢吸油的作用。别的不行。别的东西不行。你比如像白面似的就不行了，这样式的，搁玉米面，用木铡刀，一人执刀，上下铡动，另一人放置鱼皮，并且反复翻动、抽拉、搓揉。这种揉制方法操作简单，每天可揉制鱼皮20张左右。一直反复就这么炸，一直把它炸得软和。接下来就是拼缝，将鞣制好的鱼皮摆开，要一张张一块块的按颜色深浅、鳞纹大小筛选出来，再将其拼缝成大块鱼皮布。拼缝鱼皮布时，要把鱼皮的颜色、鱼鳞的纹路艺术性的拼缝相接，用鱼皮线拼缝鱼皮布，很难看出鱼皮布的缝隙，形如块大的鸡织布。最难的环节就是缝这块，它这个纹路就是这个纹路，就是两个尾部相插，插上了以后主要这个尖儿要好好对好，你这个缝到这个的时候，这个一定要对好它，对好它这么缝好了啊。完了就是就这样式，就主要就是它，就是插这个。这个就是鱼的尾巴。这是鱼的尾巴。三角形的尖的这个是鱼的尾巴。这个也是鱼的尾巴。这也是。这就现在就证明这是一条鱼、两条鱼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鱼。鱼皮服装的缝制和普通布料的服装一样，不同的就是鱼皮质地较硬，不好下针。在制作好整件服装后，再缝上赫哲族独有的花纹。一件鱼皮衣服就完成了。但是在过去资料老资料来看，在30年的资料以前的资料当中来看呢，赫哲族的鱼皮服饰是多种多样的，花纹是多种多样的。你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鱼皮服饰呢就得怎么样去挖掘呢？就得我要细心去整，就是把过去远古这个。我打算的是这么想的哈。说话你说的哈，哎，我这个有二零年有欧服年有汉穿，缝不多吧？哎呀，有欧服年每个人屋里坑都饿了哈，他都我这一两三天的就是我吃的。完了，我这个一寻思，哎呀，这你看也行哈，老子干这个香味传这么老远，
狐狸都闻着味儿就来了，来偷这个干的吃了。今天是丈夫傅安学打鱼归来的日子，尤文凤在结束了学校的课程之后，立刻回家准备了几道拿手菜给老伴接风。没到时间呢，我们得20多号20来号走吧。那个下面咱就唱一段鱼马看吧。嗯，好，唱吧。唱唱咱们接近口，哎，唱唱咱们的各自家乡。嗯，不提那年年二度望秋年哎，不提那年年二度避寒狐狸年哎。沙里蒙母尼巴都该。在这个赫哲族家庭中，他们依然保持着不算很多的赫哲语交流。由于尤文凤精于赫哲语的原因，他们还能听到赫哲族遗留下来的歌曲。尤文凤兴起唱起的赫哲族民歌叫做伊玛堪，是一种赫哲族说唱形式的歌曲。赫哲族有10多种歌曲，表现赫哲族民众的各种生活。但尤文凤介绍，赫哲族民歌伊玛堪现在濒临的处境也同样令人堪忧，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还是赫哲族人太少。在历史对于我据他们说，据那个这个老年人讲，那时候有得20000多个人吧，20000多人啊。在这个就这个日本进中国以后，叫日本祸害吧。原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说是跟那个沙俄呀，在多少年以前有个小那个什么玩意儿，那时候死一批人，后来再让这个日本进中国了以后，把这个大伙整到1部落2部落去，这都是听后人老人讲的。其实那时候，你看啊，我还很小。这个赫哲。赫哲族的精美民族艺术虽然历经各种苦难和不幸一直保留到了今天，但以后的鱼皮衣的传承问题又能怎么样呢？现在就是传承问题是它是难在哪呢，就是我们赫哲族这个鱼皮服饰吧，只能进入国内国外的博物馆，你就很那个就是这个穿这个服饰很难达到这个大众，现在还没达到大众呢。就这样的话呢，你要是找个传承人，就是我坐这儿要是找个传承人，他得跟我要钱。你问题啥呢？现在你说我们带我们接近口打一天工，那个出去就得要100块钱。他你要是如果要上这来上我这，我要是想把他教会他，他要想上你这来学了，他得让我给他钱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就拿不出来这笔钱来去传承了哈。这样的话就得搞我自己的儿媳妇儿。那他不愿意学，那也没办法。我说那你就得学，你要不学习就传不下去啊。再一方面，你这个愿意学吗？我儿媳妇现在还行，非愿意学。学嗯，他现在做这个小孩衣服，做这个鱼皮服饰，基本上跟我做的快差不多了。